倒，慢慢站起来，推翻再重来，不害怕挫败，最怕在原地等待。你就是想丢啊？我想说保护我生命安全。一二三四五，大家来跳舞。好想看乐队戴钢盔，一人刚好一顶。好，一起来看下面一套题目，请出题。有人别出心裁，有人命向前看，厉害啊！利益的人渴望舞台，迫不及待。没有与生俱来，只能期盼苦尽甘来。到处去撞墙，灰头土脸，必须忍耐。坦诚相待，也会有人拒之门外。千里万里的朋友离开，这个歌已经很红了哈。人生百态，历经太多的无奈，从不觉得发烧一片。心态没崩坏，相信总会有人明白。哎，不行，再唱了，不能再唱了。亮弹一二，那就一起来演唱。慢慢坐起来，那就慢慢坐起来，一步一步来。若不是天才，就慢慢灌溉。跌倒慢慢站起来，推翻再重来，不害怕挫败，最怕在原地等待。哎呀，好歌一首，很励志哎。对，而且这首歌，你看黄明志这么不正经的人啊，可以写出这种正经的歌。你不要这么说，你也是不正经。你们两个不正经的人，竟然可以唱出那么超正能量的一首歌，难怪那一天黄明志啊制作唱片嘛，拉着我的手。贤哥，哎，我们两个要靠这一首歌洗白啊！谢你个大头鬼啊！谁跟你洗白？我们一起来洗白，慢慢做起来。对呀，对呀，洗白，真的洗白。那他这个发生了一个故事，很可爱。什么故事？慢慢做起来。结果他里面的 MV 哦，是说一个火锅店要倒掉，倒闭，然后我去拯救他。我是一个他的常客，我说不能让这个味道失去掉。哎，都给了吗？都给了。来，下面一题出题。我这里天快要黑了，那里呢？哎，去巴奈。我这里天气凉凉的，那里呢？跟你的曲风不像，所以不会啊。我这里一切都变了。微妹。哎，这么快？有。我又开始写日记了，而那你呢？哦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亮盘。怎样？怎样？那又怎样？没有呢，好像没有呢。好，没有答案，来一起来看看，应该是怎样吧？就叫怎样？没错，一起来演唱怎样？来。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，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，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们